你也知道，本来我特别喜欢猫吗？所以今天我看这舞蹈之后，我觉得我更喜欢猫了。There is no what if. I am pregnant. 但是这世界最漂亮的 beautiful ladies， 所以我想看你们的表演了。When I tell you this man is scrump delicious， 我想说 ，Ten。 虽然姐姐真的很爱你，但是 I'm sorry， 这个不是爱的姐姐。你真的爱我的话，你要放在这里吧？四，就还有一次。对，还有一次，姐姐你可以回复我的爱。<笑>最后一次挪动的机会，还可以挪动拉票时间。 那我就姐姐爱你一点，好吧？谢谢。那边努力的话，我的队也可以赢的。是的，现在看我们队的 energy 都比那边更多吧？是的，是的，对吧？对吧？ 啊，对，才2分是怎么回事啊？加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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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进音乐了的，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在摇摆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大家就已经在聆听观看我们的故事了，就是这样。那问一下老赞多跟天有没有听清楚？你可以说再说一遍吗？大概意思就是 we dance good, you can see it. We dance good, 我了解了，听懂了，谢谢。好像我看清这个 rap 的表演一样。再见，再见。Surprise, motherfucker！ 哦，辛苦了，谢谢。太懂事了，太懂事了，谢谢，谢谢，谢谢。姐，我们今天可是非常玩得起。但是我们玩得更起。我让你起到不能再起。起是的。我们的舞台，大家都站起来。我们的老师内卷一下你们的普通话，您要亲密的叫他们呢，您就可以叫他们宝贝儿。哦，我知道，宝贝儿，对吗？宝贝儿，来对姐姐说一个。哎呀，宝自信。宝贝儿，你吃了什么呢？Slowly, I slowly started to be seducted by him, like he started to seduce me. 哎，感觉不 是，感觉起来不是第一次说，哎，我觉得有点熟练、啊。第一次说的，有点熟练、啊。第一次说的，什么东西、啊？第一次说的，可以模仿笑笑老师，有人吗？没有。我有一个啊，你，你说啊，你别说了，你说，你说。等等等等等，结束。国风组呢，我想有请潇潇老师跟 Ken 老师跟我一起做。好的，你怎么知道是你已经先站起来了？我有 sense。 I am the one。 有幸就翻跳过李永庆老师的一个作品。哦、oh, 哪个呢？理所当然。哦、oh. 哎，然后我跳的是李永庆老师的位置。哦、oh, 谢谢谢谢。我特别想在现场和李永庆老师一起跳他的那个位置。但是来一个哦，好的，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是
这个吗？自己忘了自己的舞。我们享受被阳光。嘻嘻，我有点忘了一点点。对，是啊。哎，我理解。我先看他，然后我可以想起来。自己的舞，要先看别人学一遍。你教我跳我的舞的一个概念。五六七，走。喂，来唱。噔噔噔。OK， 可以可以。等一下，我回去一下吗？他回忆一下。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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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就随便一。OK，Let's try。副歌，副歌，副歌吧。我看两位的舞蹈有一点 romantic 的感觉。你怎么那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点，最后的是你一直看老师的眼睛，你知道最后的，我有一点 butterfly， 我觉得呜呜，很 romantic， 对。不知道他很完美在我的眼睛里面，其实，因为我没，我不是跳舞的，跳舞的。